哇，孙艺珍和丁汉寅又再度合体啦！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，收视率开出亮眼成绩。29日这天，主演孙艺珍和丁汉寅两人现身机场，一起去日本参加奖励旅游啦。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裤，打扮非常简约的丁汉寅，一路上不停点头鞠躬示意，这次数多到让我们来数数，到底鞠躬了几次呢？42次，你猜对了吗？和漂亮姐姐孙艺珍一样，也是黑白色系装扮亮相，和丁汉寅根本是穿情侣装吧。她今天看起来心情相当好，一路面带笑容打招呼，女神真的是太美了啊！